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好，谢谢。再拜。三拜。天华六甲天佑宫主席天上圣母在上，地主邱和玉代表新庄社政宫，宫址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81巷6号，主席天国上帝大天尊，宫主老二先生，第一代表本宫罗华地主一众神长，天华六甲天佑宫主席天上圣母参香招待，望天华六甲天佑宫主席天上圣母保佑本宫众神各众神。祝祝南顺台湾一切平安顺遂圆满，并恭祝中华六甲天后宫主持天上圣母灵位顶神神威显福，福国永临，顶神圣寿，恭请领受，地主诚实感恩，进香参详飘拜素文，可以圣灵庇佑，恭披金光沾万福，新婚后宫民主地位无分升。根据一宿天下南山报州大中华民国台湾省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81巷新庄市政厅。严亮重点，新区台江国王大道无输，老大汉云普照，麒麟乌角兵店同志，万教当年英明一统，河南地土久别风雨，甲国海一出红，五分鲜落岸，顺声应战，能量推持，地下救国，人风扑鼻，过着金山。立为公道良心，新增实政中罗华认识重点，金兵这一勇于正干，多团参心，了了胜，到求中华六甲红天路中，都是天上圣母，立于众信尊身份，必有合众人点，人工发财，财金配多，必有将人气勇过。文献兴通，本命光彩，蓝天百货，古纳真祥，财源广进，安居乐业，幸福延年，财源吉祥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万年如一。毕竟，新增实践中，道场之风，人会精神，拍卖流程，正行合法，上好千秋，连奉受福，无人受福，中处金石，上奉福报，幸行永吉。在中华民国天文岁数新九年9月15日一时，新增的建功金主老号于暨罗华地主圣圣贤认定一同分享叩首。拜会一记南元名册一分，三拜一拜，再拜。三拜，起。要账了。放弃了。下次换更小条、更小牌的。来，我们再三拜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内行。新增工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。